你还不让别人有想法了？有想法可以呀，你可以有想法，但你的想法都是错的，那就不要有这种想法了，没用，你这想法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什么时候能把你这想法纠正纠正？真正的大师，永远都怀着一颗。这不抓波野啊？上！这建模干哈呢？建模啊！开始啊！让我回家，听见没？谁也别动我啊！谁动我，我砍谁！刚才谁打了我一下？建模没闪现了啊！强大的敌人。滑板鞋，好滑板鞋。愤怒带来冲动。哎，刀挺长啊。没闪现了还这么狂，无极之道在我内心延续。插个眼儿的，王者来不来？赶快一波！形势先于蛮力，先把他骸骨给他干出来。念咒去。把他带出来才能好杀，他没闪。啊！那个小兵撑着我了，都能把我抠死啊！哎呀，我靠！就撑着了我一个兵，我告诉你们，就一个小兵，就这么一点点地方。我都可以给你们回放暂停，就这么一点地方，一个小边儿都蹭着我，我靠！你们自己看啊，一会儿那个抠，不对，边儿都没蹭着，都没打着那个边儿，我都不知道这抠怎么中的。真是服了。来，你们自己瞅啊，我给你们暂停一瞅。嗯，这怎么回事？还得等一下子啊，没到那位置呢。真是醉了。啊，等一下啊，王者马上来，我必须得让你们瞅一下子。妈，气死我了，这扣能给中了。
你们自己看啊，我人都出去了，看着没？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再来一层塔皮，中单小炮啊，行吧。一会儿咱必须得回放瞅一眼这 Q。 嗯，这么耽误事儿啊。什么皮肤？猩红之月啊！我们开始吧。下波建模有闪现啊！剑圣不能出铁板鞋啊，这新版的，你攻速不够，你砍人就跟那慢动作似的，那能行吗？我们带的是重印，没有任何攻速加成，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必须得靠后几刀，攻速太慢砍不出来。杀我，你可以试试。先于蛮力。嗯，好黄子儿。哎，这红怎么没了呢？你干哈呢？这也太难了，这把他扣死了，回这边来了。还行啊，我们塔杀可以接受。怎么没去下面啊？哎呀，直接把他人给他抠死了，直接抠兵，抠兵，万一没抠着呢？抠兵。算了，我不出场见了，出门。没关系，我们防御塔击杀，问题不大。骄傲遮蔽了双眼。
这建模这边过来，我们还得越塔杀他啊！现在就无限越塔，无限越。只要他敢在线上，对不起，人死了。他害怕了，那我们不推了。瞎人诛心。眼睛多，看东西才会更加清楚。通向不朽的关键，不死就行了。怀疑，我不推，哎，不推。一些塔没了，应该不能吧？这波其实都不够细节了，这波应该再等一等的，你知道吗？还能让他漏一波兵，知道吧？还能让他漏一波兵，就这波炮车还可以让他漏。砸的有点疼啊，这怎么砸的那么痛啊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送，不让他吃兵，送什么？没有用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滑板鞋在我面前只能是一张纸儿。我现在比较怕的是什么玩意儿？是这个冰女。第一刀没砍出来，第一刀砍出来了。哎，算了，得了吧，有点难受。我想按那闪，怎么没认出来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？我寻思我上去闪上去，我夸一刀接个扣，他就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大爷大不了我。哎，气死我了！闪现还没了，烦死了，有点烦。皮肤的问题，不应该用这个皮肤。等我下路，我马上来。红给我兄弟，啊，下路等我啊，下路等我。别打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一定等我，等我这边双杀，我起飞无敌了。把蓝给他回满，啊！机器人一拽，直接全死。
这怎么还得去波中路？算了，直接来下啊！不要去中，不要去中，中路这两个人应该去打峡谷去了。可以上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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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上了。嘿！拿下！下路给他拆了。起飞！哎呀，我这跑车！不在这回城了，冰女可烦人了，控制。这把西兰刀可能得慢点出。算了，我们不慢点出来。小龙，小龙团直接起飞，游戏结束。这波我五杀，注意看啊，什么叫五杀？让你们看一眼，什么叫五杀？五杀就是杀五个。哎，这好送啊！冰点有闪现，有点烦。打小龙来，形势先于蛮力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要被骄傲遮蔽了双眼。差点钱，西兰刀啊。西兰刀了，其实我出来出快了，那刀有点砍快了，你知道吗？让谁瞎当的呀？武器大师瞎当的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。哎呦，我可以啊，这波比！哎呦，我这波比！波比二杠五居然能五杠五！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给我杀来中路，红我不要了！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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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现！抓抓抓抓抓抓抓！够他！抓！
两刀。科比咋不推下路呢？回家我们，游戏结束了。